厉害，你就干嘛呀？那个用地沟机，没有可以用的话题。别夸我们主播，上回夸我不知道。给居民他们应该唱什么歌？会了吗？海底捞那种歌咋唱来着？你不应该唱那种吗？你会吗？不会啊，会。你不会吗？那你会吗？我有仪式感，再唱。然后我们开场了，来，好，刚唱的那个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好吃吗？谁安排了？不远的巧克力，但还行。但还行，那说明还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只有巧克力的好一点，其他就是什么带蓝色的那种蛋糕，我感觉绝对。一定很棒。你不要先来点蛋糕吗？黄二，你不要先来点蛋糕。这个蛋糕哪有地方吃肉啊？嗯，好理解。真的吗？不知道，有点快。我。嗯。他妈，你都吃。经理，看一会儿肉肉没了。好，我去。没事。